说吧，你今天晚上究竟是来干什么的？今天我只是想要对我们西部世界唯一对百分百匹配的用户去做一个回访。可是刚才我正准备要敲门的时候，就看到还说把你刚才拍的东西删掉。哎，删掉？可不能啊，删掉！回访是吧？回访需要我们做什么？啊，特别简单。 两位只需要回答我一些简单的问题，可是有一个条件啊，必须得诚实，绝对不能撒谎，可以吗，哥？嗯，完了。好，那我们就开始了。第一个问题，两位为什么停止使用西部世界的软件了呢？哦，等一下，这个不用回答。 因为两位已经成功顺利的交往了嘛，那证明我的数据还是挺准的。哎，删掉，删掉。第二个，来问。好，第二个问题，两位是什么时候发现开始喜欢彼此的呢？我嘛，就是最近。他撒谎。 他喜欢我十几年了。你怎么知道？哎，我临走前想告诉你一个秘密，一个只有你这么笨的人才不知道的秘密。我一直在暗恋你。Sorry， 不小心打翻了你的宝贝盒子。嗯，我最近吧，我也不知道。好，下一个问题，两位最近有没有计划什么时候要开始进行一些更深入的交往？什么是更深入的交往？就是你知道，两个人准备要去停。 你不许再问了，我们要睡觉了。哦，你出去！哦哦哦哦哦哦！闭嘴！完了，还想？给我出去！来，出去！下次再给我一次时间，没有下次了。出去！现在就出去，把你拍的东西给我删掉，听没听见？删掉！你闭嘴！臭小子！